彰化县政府为着要改善中科四期李林基地甲李林经济园区的交通计划，拓宽将129线十号早起伫李林镇太平路福安宫前举办动土典礼。这项工程完工了后，会使疏解将129线由李林镇通往中科四期基地甲客户镇搭车的路段。将来这条路会当去接到76线，啊，就是咱啊这个东西向啊，伫万兴交流道接去哩，然后会当阁去接到这个61线吼。所以未来这个西南角啊，有这条啊太平路，而且这个拓宽带动着产业的这个发展。啊，这条路大家嘛讲是30年啊，啊会当今仔日来动工，明年底啊就来完工吼。李林，若无中科四期，就无李林的万源路，就无李林即卖太平路扩宽做24米。好佳哉！啊，咱历届执政者，包括咱的县长，拢关心咱彰化李林四乡镇的交通建设，陆陆续续，咱这乡亲拢看会到啊。一条一条道路得要扩宽啊！将129线太平路拓宽核定7亿4千万元的经费，中央补助5亿3千多万，工程总长度是4816公尺，宽是24公尺，采用左右两边各配置两个快车道，甲一个机车慢车道，来维护骑机车的人甲骑铁马用路人的安全。希望咱的县政府甲咱的包商吼，做一个上好的配合，甲这个工期会当快速，会当速度，啊会当甲民众做最好的沟通，哦有征收的部分赶快处理好，哦啊以后的交通畅通，我们整个西南角的四乡镇就是要花了，要旺了，哦谢谢。张掖九太平路不只是一个当初在提报二里园区的一个重要的连外道路，也是我们彰化西南角西湖镇跟二林镇两个地区的居民一个很重要的往来的道路，因为它现有的宽度不到10公尺，而且都没有侧沟，而且常常发生车祸，我们就利用这一次来把它做一个改善，除了让未来的园区能够有一个好的连外道路之外，也让我们二林西湖哈，我们彰化西南角的这个地区的居民哈，能够更加的方便，行程更加的安全。将129线完工了后，会使改善彰化西南角交通动线，嘛串联中科李林园区、李林精密机械园区、彰化大城西南角海保工业区，有效促进地方观光产业甲区域发展。平行城乡发展，发挥生活圈各道路系统运输功能。公益频道林俊明李林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